小王子也是我今天准备要唱的最后一首歌。那既然点到这首，那我们就以小王子这首歌来做今天这个演出的这个完整。那今天我看到很多朋友，就是他们在听歌的时候都拿着笔记本在画东西，然后我觉得我等一下很想要看到你们画的东西是什么，那个画面是什么，这样这个创作其实对我来说也是很棒的功课。然后今天要先跟大家说，就是很谢谢大家来参加再一次旅行这一个新专辑的分享会。那今天也是在整个中南部的巡回的最后一站，明天我会留在台中，然后大概到连上7个电台的通告，从早上11点到晚上10点这样结束之后，我才会再回新竹去休息。然后很高兴今天大家都来，然后很高兴今天我看到很多新的朋友来到现场，还有很多以前来过的朋友。对，那小王子这首歌来跟大家说谢谢你们，然后这首歌也要送给今天我很久很久没有见到面的朋友，这首歌好，小王子送给大家，谢谢。
觉，母亲的怀抱还守护在我身边，小时候的我还住在我心里面，小时候的我还住在我大家。